米龙吼，汤尼这部分的问题，老师，我们先看一下。伊讲伊种着水稻一四七品种，但是呢，伊发现讲，即几工仔吼，水稻毋知是药伤还是肥伤，有喷吼叶体肥。那老师，你看一下该怎么处理？嗯，这个是阿伟看着的吼，阿伟看着即个相片进程呢。 啊，我如先甲好朋友小讲一下吼，即有当时啊，啊、呃，咱伫即种咧转命转摇啊啦吼，还是虾米款吼？那么你有喷吼，喷即个要害吼，一、哦、些、这个、要害啊是迄个，那么即个通常第一下吼、哦，就是讲伫啊首先会当回过头吼，回过头先去。 啊，去了解看觅一下吼，即种安怎呢？就是讲第一啊，咱真济即个号，比如讲像咧蛇药啊吼，咱像啊，尤其像即种糖尿病吼，原底规股青青，规股青青，啊，你药啊甲蛇落，蛇糖尿病即个药啊甲蛇过了吼，蛇、啊、过了呢，那么即个药啊呢吼，那么伊就安尼臭焦臭焦吼，臭焦臭焦，哦、<laughs> 那么你、欸啊、会发现讲哎呀，大，无论原底都。 青青啊，那转药啊了，伊就转变臭大吼、哦。这为什么会安尼吼？原因是因为呢，啊，这个你转药啊时阵吼、哦，这噶、个、这个得了病你噶。 啊，甲转过嘛吼，转过就着病，甲一转过了呢，那么伊就会出现即种的即这個情形吼、哦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即种的即这個情形？就是讲啊，伊即个原地着病，啊，所以你转过，几枯转拢反黄吼，所以呢，即第一呢，即有即种情形。但是啊，即种情形多数出现的拢是虾米外口喉啊，吼、這、啊、個，即个先你爱先了解着是讲咱先去判断讲。 啊，是为即个病公，并讲像外口鱼啊拢黄去，啊，即有可能，啊，即有可能就是即、這个啊，原底可能是即个得了病，那么你若转过了呢？吼、啊，然后就出现着，吼、啊，出现着即款呢，一个即个情形伫咧吼。那么这个呢，第一題，吼、啊，第一，咱也是先啊，即、這个也无啊咧判断，吼，就是讲咱咧判断伊是毋是啊，是毋是什物款诶，即个问题时阵。 啊，第一题要甲你讲嘅吼，通常是一款嘅一个一个状况吼，就是讲若是拄着病，原来有即种的一个即个可能性。不过你这看起来较无行吼，比较不像，因为这一股来底吼，一股来底你看哦，啊，你家怎过料呢？叫讲若是着病吼，伊著是做大做大，未讲拄啊，即白较食来，迄白较食来，所以我感觉你这是去赚着这个啊，是毋是有去淋着，是比如讲，因为你买啊，遐无代志，头前即只才有代志吼。哦 那么有几种的这情形，第一就是讲去染着草药啊，吼、哦，这个是看你的相片啊，不啊，个人认为讲这个机会比较大，吼、哦。那么因为你这个有可能就是讲迄草药啊洗不清气，吼、哦，并讲去抓草药啊洗不清气，所以啊，伊会集中，吼、哦，并讲你一边看起来好好，啊另外一边呢得去抓，吼、哦，可能。 啊头啊，即个讲底即个物件是安怎吼？还是讲啊？话讲、啊、隔壁背街，隔壁背街袂遐少吼，这真正应该是去转着吼。所以你先检讨看买者是毋是有即、這个啊，即、這个要去伤着吼。这一般来讲是安尼吼。那、啊、么这药啊伤着的即个机会不大吼、啊。比如讲你喷药啊，因为你啊转那纯粹咯。咱即马讲的是正常的这经营之下，你用的即、這个。 啊，若无若无煞超济啦吼，比如讲全药啊去伤着，结果是像即种三晒剂啊，本来即个全本来是用十五 CC 吼、哦，十五瓦啊，你你去甲泡百五瓦呢吼，十五瓦变百五瓦，啊,瓦、哦、瓦瓦啊会小欢迄黄叶啊，但是呢袂臭焦吼，所以这一般啊，这上食力的都是是毋是有即种泡毋到去啊，有泡毋到无泡毋到咧，药啊赶起来看买下就知影啊，倒济去啊，啊这一般即种机会足少，除非你是。 你是转迄种做大烫诶，迄种会较有可能。你若你若一桶一桶转，其实也不太可能吼、喔。那么，第一种就是即个易肥、易肥诶，即个肥伤。比如讲，你可能啊加较一卡，加较两卡哦，因为你这是你这集中诶，一个即个啊，因为即种拢伫新买诶一个所在，所以你这应该是。 啊，药伤、悲伤啊，这药、个、伤最主要应该是这草药啊。吼。啊，我个人是认为讲啊，这个草药啊，这个机会真大，反正就是去伤着吼。但是这杀草这一个,、这个、这个机会很大。那么你较紧呢调清吼，你精通吼这物、个、件呢啊，较紧呢这个该先转过吼，这个、啊，上紧来该处理的这这方式吼、哦，就是讲啊，都后别过，尤其这较严重的这吼、个、你会当。 你当泡较重咧，哦，泡较重咧是安怎？大概五百倍拢袂要紧，吼，五百倍正常，咱是用一千倍，啊，你己怎过，吼，啊，这应该啊，看会当较紧，吼，因为即马目价啊，吼，这个时间你若无不改这個处理呢，伊出来出水的时阵，做面迄个中间伊迄个水出来都会变底，吼，一般拢会畸形，吼、啊，我那出水也会变底，吼，我是较较担心你这应该是去。 啊，应该看起来吼，应该是含草药啊，有足大诶一个,個一个杀草剂有足大诶一个即个关系啊，什物农药、什么农药这种诶吼，即种物件呢啊,啊，即个用药较比较无讲解如好吼啊，如讲无有一种情形，著是讲你即、這个。 较严重嘅疾病应该是水较淡，哦，较淡水，但是呢，若是全药啊了是安尼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机会是即个情形，吼、哦。那么一般若是即、這个啊，悲伤，吼、哦，咱咧讲嘅悲伤，吼，悲伤一般较被黄叶，吼、哦，伊诶新木嘅即个木瘤会直接被烧烧较臭鞋焦吼，所以这应该是含肥较无关系，吼、哦。但是有一种悲伤，吼、哦，较特别，吼，比如讲像迄、那个。 啊，伊内底呢有迄个硫化氢，有即种啊，即、這个厌氧发酵的即个物件吼，毋、喔、是化肥了吼、喔。那么有可能会泛黄，所以你这应该是含肥较无较大的关，因为肥一般拢会臭焦味吼，未、喔、讲怎啊黄去。所以你这會黄呢，啊，咱较担心咩？就是讲你这是黄吼、喔這個，啊，伯啊特别该强调，就是讲你这啊有外口箬啊小花臭焦臭焦，但是重要，这所在的是一。 啊，比较比较黄晓嘛吼，啊，即黄晓诶，即即部分呢，啊，多数拢含腰啊较有关系吼、哦。你若是即个肥呢，啊，著、就是臭焦吼，伊会怎怎啊烧臭焦去安尼啦吼。所以啊，咱大概咧看是安尼，即、這、即、個、判断诶，即个方式吼、哦。啊，即你稍知影者吼，啊，即看起来应该要有、哦這个有救吼，即个是脉呢无，敢若反能无虬起来吼、哦，啊，即。 啊，应该啊，修来一这個注意点吼，少注意点。啊，这个、我个人是认为讲啊，较紧嘞吼，你这调车较紧改这装装卖哈。那么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这个，有一定的这个这个好个哈、哦。所以这個、啊，希望讲你当较紧哈、哦、来改这個处理看卖这个哈，应该是啊会有一定的这个这个效果哈、哦。所以，嗯是安尼哈，但、哦、但是这一定要改些原因找出来哈、哦，就是讲。 啊，我个人的看法，有可能是迄个汤底吼，汤、哦、底你是毋是有去啊？还是讲其中有一个吼、哦、去诶、欸、去用着即种吼，即、哦這个物件 <coughs>，应该是含即个杀草剂吼，杀、哦、草。我讲卡一定大了，不然容易你拢讲有杀草剂、這個，嗯、应该是未遐无注意吼、哦，这真歹讲吼，这作者人诶啦，包。 我即马讲做这人，著是即马咧讲话，即个人嘛是共款吼。我嘛是包括经过即个代志，你讲我已经是做，你是即、這个哟吼。我性格加个吼无、啊、法度吼，即、哦、个还是会呵呵还是会吼、哦，这物件著是安尼吼。所以即伫遮吼，咱就他就没用咧少做者了解吼、哦，咱是安尼去判断啊。那么家己碰况咪啊济吼，所以呢，这应该是有这款诶一个、一、這个情形的嘞哈。那么家己处理好哦好势吼。 那么一般就是讲，那是啊，你头一遍吼，因为这这这边较严重，有黄的你甲喷喷的就会使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你甲喷换喷一摆，就讲你这这这趟哦，这个全较全较淡些挂，啊，其他的所在呢，有黄的所在拢较硬硬的吼、哦，啊，差不多八百到一千倍，啊，你若较严重，就五百到八百倍，啊，你就真重啊，这效果啊，大概。 你随转过了吼，随转过了呢，应该伫第二工吼，因为这味冷嘛吼，这啊，这个温度较好吼，所以呢啊，第二工第三工呢，就较容易起来吼，就很容易啊，这个回转啊安尼吼，所以这互你小做一节了解着吼。那么有诶讲，这个转转、啊、這,这种糖尿病药啊吼，啊，去甲伤着啊，超伟大，其实多数糖尿病这个药啊吼。 毋是因为怎去甲伤着，因为若伤着著是黄黄,的的黃、哦、啊，那真正药啊伤着伊诶心脉会反黄吼啊，即种著是真正去伤着啊有诶是药啊吼怎反黄去啊，啊有一点啊若创即个、這個、有诶会臭打点臭打点，吼，即、哦、种呢即真侪有当时啊伊也着丢了病吼，丢丢了病呢。 啊，有迄种你轻轻看，远远看，你无感觉吼、哦，你会感觉绿豆色、绿豆色。其实你上无注意，甲看迄个斑点，啊，即码药啊，甲煎落吼，过来日头曝落，伊迄个啊，伊迄个药就抓起起来吼，迄、哦、龟个迄个斑斑可能甲处理掉，伊个斑斑着变臭诶焦吼。所以一般会会有看一点迄种臭焦点，会变咱那灰白灰白迄种，就是讲咱转移了料，伊伊会变臭焦，爱黄诶黄料会臭焦，那么即种就是即个。 即个得了病，毋是药啊伤着就是讲，因为伊本正常就得得了病，人较甲转药啊，啊转药啊了呢，伊著会反黄吼，啊退的有即种情形伫咧吼，所以即互你小知影者。那么较早咱真济吼，咧转药啊时阵呢，通常都一寡啊，比如讲伊会去啊比较容易要害吼、哦，比较比较容易药伤诶者，姐药啊，即马即做些即药啊，吼人嘛无爱白离啊，吼、哦，因为迄尝尝拢会药伤吼，即、哦、种。 啊，即、這个南无拄好，啊，阿会去去药箱，啊，过来迄种药啊，个上当，著是讲伊足歹趁诶。吼。所以呢，规矩卖卖卖字，吼，卖、哦、摕来卖，因为迄真歹趁对吧？迄若我做生意，我一定是安尼。诶，恰恰你着箱，啊若无着了阿得去去上掉，阿无得即个药吼。啊 啊，所以人就不爱摕来卖啦吼，所以你还小知影者吼。那么进境吼，进境呢，这通常都是这个啊，有一支药啊叫克污染吼，所以你种药的时阵吼，因为这黄叶吼，这真正是这啊，我那新买黄叶，所以你要看卖者的是讲是不是有这种你用到有支药、哦、啊,啊，不一般是足胶卖对的吼，这真起码足胶这农业行业不爱卖这获利哈，这谈啊唔正咪对不？啊，赚一变药啊，赚你无三十块，结果呢，有些那些风险带啊哩重 你你买无？吼，那我我是毋啦，吼，我管理讲即个成本低啊，我的风险带遐尔重。啊，若做了好就好，啊，伊若无小心摕转去啊，摕转去吼，即、哦這个啊，有可能呢，就会去出问题吼、哦。所以呢，即、這個、可能伫即个所在呢，啊，当互咱好朋友吼，小、哦、做者者了解着吼。所以呢，啊，即、這個、提供我哋做参考吼。那么呢，啊，那么呢，即、這個、有一个真重要的一个，就是讲你若有用客户难吼，比如讲像即、這个。 啊，冰克隆吼，即个较早即个奥豆油 i a 啊啦吼，即个奥 o d i a l 啊呢嘛，就容易去伤着的吼。啊，即即马奥豆油 i a 啊未使用啊嘛，体假肾酸胺吼，即个物件已经叫禁，无的未使用啊，所以即你袂去拄着即个物件。啊，嘛会去染着即个冰克隆吼，这种啊染即个头虱松啊头虱松即马嘛被禁掉啊，不会啦吼，这个几年吼。 啊，但是这有可能去拄着，还是讲即个三晒事吼，一般是南山晒事、三晒粥，即咱真啊，伫目到即个时阵，足侪人足爱用这个药、哦、啊，吼、這個，尤其你伫啊，即个种了较水贵的食的吼，即。哦這 啊，用即个药啊，伊效果袂歹吼，效果不错，所以通常会伊个淋嘛吼，也是讲也淋即个啊，即种后杀伤烫药啊吼，即种诶啊，这嘛有、啊啊啊、可能诶，但、就是讲即个客户咱吼、喔、较较古老吼，即、喔、若有时啊无小心会较容易去伤着啊，所以你要买非慧有用即、這个啊，无一般来讲我认为讲全全丢掉病即个药啊吼，要去伤着即个机会，伊目前来讲吼、喔。 较早即个铁甲生酸胺，哎，即下过来克腐烂，啊，克腐烂即嘛足歹卖吼，啊，足侪人无爱卖啦，吼。因为第一歹趁，第二会药伤，吼，这啊，但是伊效果安怎？效果未歹啦，套上一摆俗，佫好用，吼啊，但是呢，足侪人害迄个风险带啊，重卖吼，较俗买惊，是毋是？吼啊，所以你判断看买者，啊，但是就是讲较紧来个即处理，吼啊，头边五百到八八倍一个一个吊车，吼甲转一遍。 那么个过差不多正礼拜啊，吼，那总共有有有回转来，这这绝对是会回转来啦，吼，就是讲你若感觉讲，诶、欸，要无讲盖不完你，你滴给他赞起来，吼、哦，再给他喷一次，吼、哦。啊，即、這个伊豆啊多，即个、哦、啊，较未遐食力，吼，啊这药、個、啊应该是上了，无讲，因为你的心买反黄，但是伊无无求啦，吼、哦。 干那求起来的卖啊，都一滴一滴一滴红落，一滴红落啊，救看买啊姐吼，这救起来啊，减少损失，吼、哦，这个都是都是有机会的，吼、哦，最后和蓝筹也好，朋友，吼、哦，你需要姐些参考哈。哦